看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看过来。怎么突然间这样害羞？我根本就不要。你刚才你昨天要讲我没有放到吗？你星期五的时候讲我没有放到。我没有讲到。是吗？现在王孝伟，我们。Reason， 放一个 Reason， Reason， 你跟我讲一下你最喜欢的女生是谁？我没有一个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我妈妈啦。哦，你妈妈。Reason， 是吗？不是欧成柔吗？不是。哦，是你看后面的人讲是。是啊。不是吗？但 Reason， 你最喜欢的男人是哪一个？我爸爸。是吗？你看跟我讲不是这样。那天你讲。你讲你最喜欢的男人是我来了哦。我没有讲 gay 的，我不是 gay 的。他最，可是你最爱的男，我知道是谁，在你旁边那个，姓郭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朋友吧。不是吗？不是，普通朋友吧。哦，普通朋友啦，像你的啊，不普通的女朋友是谁？我没有女朋友。不普通的那个女朋友是谁？我没有女朋友。有嘞。没有咩？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真的？真的。真的没有？